然后这边是，我现在手指这个地方就是这一个小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讲，这么一个小用木头搭起来这么一个小东西，这个叫 meeting place。这个是所有的，因为这个雪场它提供一个这个 tour guide service， 就是说雪场的人，像现在站着后面这些人，他们是在雪场的工作人员，他们会免费带着这些滑雪的来这的这些游客，走一下这个雪场的所有的雪道。那么这个 service 在这个地方是免费的。这个 meeting place 就是大家跟这些 tour guide 在集合的地方，就是在这个地方。每天有两个时间，一个是10点，一个是下午的1点。这个地方可以，如果你愿意参加他这个 tour service 的话，你就在这个地方跟他们集合，就是这个功能。刚刚我们滑下来那道坡，据大家所有人反映，是我们所有的人滑过的所有的雪场里面的最好的一次，最棒的一次。这个 powder， 这个雪非常的厚，很松软，非常的非常的舒服。这个真的是非常值得来一次。这个 Lake Louis， 非常好。它这边因为没有完全的压的雪，不是压得很，我们滑的那些地方都是松软的自然雪，所以非常的舒服，雪板走在上面的感觉很好。Thank you.
这个现在照的这条道是一条黑道，非常的陡，而且有很多鼓包，有很多猫狗，所以我们下来之后都很累。镜头现在摇下来，看一下这个地方的雪有多深啊！现在我这个地方，我这个 ski 是在插在里面，然后看我的 pole。哇，这个雪就这么深，就这么深，从那个顶端到我的手这么深，就这么深，从这个地方到那个顶端这么深。It's my life. It's my life. It's my life. My world. It's my life.